更好。总有人跟我说呀，说告诉我做什么自媒体，做什么直播，在家种点地得了。听你们的，种地了。我们家这么多地，那个一年能收入多少钱？看、啊、这么多地，我媳妇在家种地呢，这地要浇水了，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地一年能出多少钱，够不够养我们家孩子吃饭呢？然后今天把这座位这样装上啊，刚刚我试了一下，基本上我后边不用动了，和我这个是一平的，直接到时候往上一装，这个跟这是一平的了。一会儿把座位先焊上啊，这个底下装两根这个方管，要不然那高度有点不够，把这方管焊上。我也就不往上装螺丝了，用不着活的，因为我这个车呀，大家伙也知道，3000多块钱买的，有今年没明年的，今年开了来，明年可能都不开了。所以说就说以后我换车，我直接把底下那个前后这个滑道螺丝拧下来，就把整个座卸下来了。焊死啊，省事还结实，就不用再研究别的了。现在就开始焊了两根这个，用这个方管焊了两根横秤。有很多人问我为啥老买这破车，包括我那个张涛兄弟也问我老买破车干嘛。兄弟们，买好车你舍得这么焊吗？啊，买好车你舍得跟上随便焊吗？买这个破车我可以愿意咋捅咋捅。大家伙知道我是一个爱玩的人，就是成天动手，手不闲着。这个可我可以随便，我愿意怎么发挥怎么发挥，怎么上面改装啥就装啥，没有任何压力。座位已经焊上了，就是这样的。现在我从风挡下看一下吧，从前面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效果。头枕没装上，头枕一会儿装上啊。要是想改成床，就这样把它往后串，哎，然后把它一个脑子，哎，啊，这个后边就平了，上面还要铺一个东西，铺一个垫子，有个垫子铺完大概能有这么宽吧，床以前我睡觉也是这么宽。咱们先感觉一下啊，走一下。还是可以的，之前就是这么睡的，脚要伸到这个后备箱里边，看，脚要伸到这儿，然后头躺到这儿。现在这个床啊，多少还有点问题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就是说后边这个座比较高，然后我准备把它卸掉，卸掉之后重新改个别的座，改个桌子，这边做成一个桌子。然后我就跟这个能达到一平了。这个桌子我现在在考虑怎么能，就是说这样啊，我让你们看看这个效果。为什么说我要在后边想装一个桌子呢？装个桌子的目的是这样，看现在这是平的嘛。然后如果说我想那个在车上休息的时候，我可以这样。我可以这样桌子。桌上可以干点啥，或者说这桌上干点啥，这是很方便的，是不是兄弟们？你看这边也有靠背，累了可以靠这休息一会儿。一会儿把头枕装上，头枕装上你们看就能看得明白了。然后这桌子放倒了，晚上放倒的时候它就是个床，周起来就是一个小茶几，这边可以烧个水喝个茶什么，在车里边比如说将来在我冬天出去的时候外边冷了，我把后边柴暖一吹，在车里边这么一坐，哎，一个一室一厅的小房车出来了。要不要你说我旁边得改个卫生间，空间有点小，黑水箱没地儿放，还是算了吧，弄个塑料袋得了。当时我改这个就是想这样，哎，而且就是说也可以这样，兄弟们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如果说你看晚上休息的时候，也可以这么躺着靠在这儿，哎，是不是比正常的床舒服一些？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再把它放倒，它就下去了。
这就是我这次赶车的设想。我感觉，没有几个像我这么胆大的敢这么弄的吧。然后想办法，这个椅子已经做完了，基本这样。然后上面做个套，弄个这样的靠椅套靠上坐上，可应该就，基本就圆满了。然后把这靠枕装上，这边想法做桌子，我还得找我好兄弟去。杨队长那有板子，然后让他爸会装修，我得让他这个得找专业的木匠活了。我自己做有点难度，有点费劲。嗯，就是这样，一会儿看看去啊。坐后边靠背上有一个螺丝拧下来，上郝大哥那儿借一个螺丝刀，冲击螺丝刀，大家伙有认识的吗？要用锤子砸，给它砸下来。然后再给送回去，就是这个螺丝拧不下来，冲击也拧不下来，一会儿不中用电焊吧，电焊焊个螺丝拧下来，这个冲击先给送回去。我在那儿折小的事儿啊，四四方方啊，东汉蔡伦造纸张，南京用它报仇啊断，北京用它来包文章，亲朋好友来聚会，挽起袖子就进了厨房，煎炒烹炸这个样样美，鸡鸭鱼肉是盆盆的香。来串肉串，羊串，羊串了，羊串，羊串，羊串，今天大家羊串串串了。我在那鼓捣车，他在那烤上羊串了。哎呀，啥也不唠了，先打个串吧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调工艺。忙碌了一天呢，艾师傅点了一份外卖。只放盐呢、哦？只放盐，不放油吗？不放。准备装这个板子，来这个好兄弟家找板子来了。他家新板子挺贵，完了好像是不是有不用的板头有吧？板头吧，就是我们板头比新板还贵。不是，板头都没人要的玩意儿呢。我板头，刚才我看着好几块板头了。板头我们都是小品货。你看，你看这，哎呀，这正好一米二，这得给我预备这块。六百正好啊，这尺寸太合适了。六百正好，你看上面这多大了？840。哎呀妈，这给我预备的一样。剩那一块呢？我看那底下也有块头，那点底下那块头也够了。这底下还有块头？底下还有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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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好。这好像有点窄。不窄不窄不窄，不要钱不要钱都不窄，我能将就。太好了，这也没事，色素点素点就素点吧，我这人不在乎，我不挑。好东西呀，差啥不差，干吧，差一寸不灵，差一尺这儿，我能将就。OK 了，关键我这人是这样，好点赖点，我一般我都能将就，差一半就行。非干嘛吃别离的，非要那完美？不行，不要钱的玩意儿。咱追求的是完美。板子都站住了，他也不应该不差我这点螺丝钉了。关键我这螺丝钉是最贵，比板子都贵。多少钱呢？我那螺丝钉啊，那螺丝钉最低得300块钱起跳。秋后啊。你卖花生的啊？花生卖了，花生卖了一准给钱，你就放心。哎呀，我这玩意儿哪有吃到秋后啊？必须是都吃秋，反正我家没花生。